11:52哈，接获报案，那镇静银泰的一个工厂发生一个火警。那我们还没到达现场的时候，就有发现浓烟窜起。那到达现场的时候，它是厂房的一个挑高的一个厂房，三楼、四楼的部分已经起火燃烧，有4位他们的员工有轻微的呛伤，还有轻微的还有烧烫伤，那也已经送往这个医院来救治。